煎饼，那得吃啊。昨天你吃的那么饱的情况下，都吃的那么多，可见那个煎饼对你来讲诱惑力，对你来讲诱惑力很大呀。啊，可以。他们的煎饼往里面搁肉松，真是。对，真是胆子挺大的哈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割肉松，这创意简直是爆棚。那个，拿图片。